他的。哎，我把那个椅子拿出来，这椅子我要去烤了。多大？你一定要说，烤我家的车。啊，看一下，嘉轩没开车，他需要带新的。烤我家的车车。那个七九到花钱而已。烤我家的车车。车车，小车车。来，我摸它。哎，不能摸。不能摸你，我想摸你啊，我要被你骂。因为我不想，我不想再有人摸，没有关台车。我不要干。你妹哦，那么你要提啊，你那么。一三四是谁？我没有说什么。一三四是谁？一三四零七零八。哦哦哦。一三六彩绘。我知道。二七三彩绘。二七三。哎哎。二一七七欧小。三。一三四一三六三五，你们全都是连号。不觉得吗？连号啊，对，啊，偏白，真的很难白。想太多，如果那个的话，我就会骂人。如果这个，我马上跑了啦。嗯，跑一个跑可以，你敢骂脏话？我可以骂脏话吗？可以啊，你就骂西瓜，就骂他肯定。